好可怜哦，盼星星盼月亮，你看盼了那个物资嘛，四家还不好分。倒走吧，这是一家的啊。我们这个四塘就村那个居委会发米了，我们挺高兴的。然后我们一家可以分那个一斤二两半，挺感动的。麻烦大哥你给我分分好，一两不能少。现在是困难时期，你得分分好。困难时期也蛮感谢那个上海政府的。没了，说快来，还有这下牛奶呢，四家再分一下啊、哦，大家都自觉一点，省着点喝啊、哦。看那小伙牛逼，夸了啊！什么东西有保护伞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不卖了，物资也不保送了，好吧？你们想干嘛干嘛？他们不让我们出门，他们到我们村庄来卖。他们联防队亲自在我们村庄，把我们村庄店都关掉了。你们看一下啊！我也想看一下。对，你们看，他们是黑的。他们说村里有人让他买来的。110，你现在我知道你大家都不容易。嗯。你要放疗啊？我放了疗，我到医院里做了核酸，又去放了疗。他不让你进吗？小区不让进的。小区不让。你住在里面的是吧？刚刚吃了一天饭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样不对呀、啊！你这样不对呀、啊。不对，你弄那个吧。啊、我是人家住在里面的，不让人家进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你去跟街道讲了，街道就讲了这问题啊。是小区的，我自己放的。我操！你看我自己